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任嘉伦。江山如画，流水迢迢，巴黎奥运会已经开启，魏钊也在跟大家见面的路上了。在这里，我要为所有的运动健儿们加油打气，祝他们未来可期，展宏图，朝气蓬勃，战巴黎，加油！看奥运，来腾讯，此刻一起燃。